哇，我要出去哦！我 BAP 来面包哎。DJ 小光 ，Remake。我要开 shift 啊，等我一下。shift。没有在怕的。Trainer activated。Cheat activated。那你开什么？看一下，开哪一只啊？小号，小号。没看到你，在哪里啊？我在车库，我在车库。看到你啊？我没看到你，我才没看到你。我在杜塞尔多夫哎。我在杜塞尔多夫啊。我在 S1 哎。我在 S1 啊。我开一个，我账号是 W 开头的。W 底线底线0127啊。我看到了、啊，快出来啊！在哪边啊？在你左边还是右边啊？我直走啊，我去热门山的、啊。好，快到了！我靠，被按到！哈哈哈哈哈！我按到去。在热门山会很多人吗？还是还好吧，不知道、啊。我起步直接浮桃，笑死！我也想要去耶！来啊来！可是我看你们都开好快，我都追不上。110而已，不会啊。在哪里演我已经到家好看了。等一下。This is Rising T. 佑哥要不要一起玩？他不敢。等一下，我爸有点宵夜叫我一起去吃。礼物啊！来了，杨侯利。他点我130啊。他买了也是买的。130啊。为什么你可以看到130，不是110而已吗？哈哈哈哈一个按开什么玩笑啊！我靠！对啊，你看到，所以我才说我追不上你们啊，因为我没有 shift 啊。好玩呢、欸！太狠了！我靠！很刺激耶！我好紧张。靠背哦，真雷哦，真的，真雷。为什么会卡到你啊？因为我在对象啊。你在对象？我羽毛直接干过去了没？好，那你就冲出来啊！看，没事，我不要卡我身上。哪里啊？我在睡。是啊，我在哪里啊？白痴，我回了汉堡，看好没？我当我们之前都躲了那个洞。大哥在等我。好。汉堡开回去啊。玩中一下也挺可惜。我没有调刹车，超累的。刹不住。哦，你要被 REC 的太快了吧？我刹不住，撞到他也要 REC 我。有的 REC 只是打打吓吓你而已，知道？我也可以打，我也可以打 REC。对，我到那个洞，打不去吓死他。这边啊。现在是最新版本。什么最新版的？就是欧卡跟欧卡的主程式跟游戏的哦，就1.4版，1.43。没有玩 MP 哦 ，MP 对啊，你就更新到最新，它就可以玩。但自身有护航，就都玩护航。好像很多人都这样，护航没限制啊，有啦，你的东西不能弄太多，会换一点，会进不了。是可以装什么？回来了没啊？是回来了没啊？啊，你是我吗？
没有，我是我同学哦，我同学到家了。来了，你在哪里啊？我在那个洞啊。我过来了。哪一个字母器 ？S 一。你准备出来了。我们等一下那个、啊、小谢。他不在装啊，他不在装 MP 吗？然后我进去了。哦。对啊 ，MP。你不是要全部的 DLC？ 不用了、啊，不用，城市就可以了。就是你有没有这个 DLC？ 就是你可以进去，但是别人不能进去。你觉得？对啊。那我现在看。你如果有这个地图，可是别人没有，那就不能进去。不能打。正常开，慢慢开就好。OK， 可以把两位大哥。可以 ，OK，OK， 谢谢，谢谢。然后六位开难，困难。哦，我给你看一个东西。要给我看什么？我昨天我靠，杀。等下正常开，慢慢开就好。OK， 可以把两位大哥。可以 ，OK，OK， 谢谢。到。然后六位开难，困难。哦，我给你看一个。要给我看什么？为什么右胳膊？我一二八十，再快点，那是十三分的，我包一个小时跑不完，我一直倒赛的话，那我是要进哪一个？我是要进哪个 ？S， 等一下，我在那个窄路中。说你们好冷哦，鸡白。杜塞尔多夫哦。对啊，杜塞尔多夫。往热门上，往热门上开，你就会看到我们。S2 S1 S1 2399。对啊，嗯，好像现在人也没很多哎、欸，杜斯堡好像没什么塞车，车塞的没有很严重。然后你看一下我这样开可以吗？好好，我没来看你。这样我说我弄那个聊天室啊，中文聊天室啊，他们这里的聊天室。我、哦、靠！你不是私给我？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把智障必须公开啊！在干嘛啦？想偷按 shoot 哦？没有在按 shoot， 昨天没开啊。哎、欸，你们出发了？他是老慢啊！当然，他地图还遮起来，很刻意呢，帅呢。帅哥，没车没有差。还没改内装哦，不能改哦，很想搞。可以改啊，还要坏掉，等下游戏要坏掉了。不会啊，还要开不起来哦。不会，我等我一下，我马上过去。我是那个车，我这个怎么讲？我这个脚挡的车都没改那个内装。哦，有了一台而已，不改，敢改就不敢改，我敢，我敢，改啊改改，我不想改而已，改。也、yeah, 我不想改，改，我都不想改啊！电扇不能举轴啊！举轴要你按，电扇不能把轴举起来。可以啊，你要设定。那我怎么按没有效？你没有设按键。
对吧？要不然就是你的车头后后柜没有那个功能。有，我有用，我有用那个功能，还是可能是有什么故障吗？没有、啊，要回去原厂检。应该是你没有做到安全。可能是你没做到。我叫你去做一件事，敢不敢？什么事？你那边福中那里不是有一间派出所？嗯。我借你一台摩托车，还、啊、有改气体，就在门口给我按喇叭绕三圈。你敢不敢？我不要，太智障了，我无法。来，直接出来，所以就上车一趟。你知道昨天我们从红绿下来的时候有零检，那好像还没有拦我。不知道什么那边会有零检。那个。我没看到你们。没有，你要往热，你往热门山那边的方向开。对，你们要。对 ，Eric， 你没看到最近晚上很少出门吗？我看你坐在家。哦。会怕哦。会怕哦。你惊哦。我不要这样，我这个月被开两张哎。那你们那就继续，没有差了，就过年了。后面按错。算到哪了？请问我要顺到哪里？还有一个人呢，还有一个按错按到东西的呀。哎，五千九百公尺。没事，坏了坏了坏了。我拿三张法杖给我爸打。妥当的妥当的。今年你红包。对啊。不小心按到飞行视角。他说。今年他怎么前面一次八千四，后面一次又来涨六千一八。今年的奖状红单。是他，然后他就说：“看，你要去刹车，浪费了六个小时，今天就要赚多少钱？”你买三刹了吗？难配呗。难怪你爸不靠要这个。你满十八，你自己去上课就好。对啊。然后。然后他就叫我姑姑说：“你改天有空的话，带他去上课上就好。”你这样好矮哦，好矮哦！不是姑姑，你往飞去哪里？一八三能矮。最需要最狠。好肥。而且线上都不能用那个飞行模式。可以啊。我要飞去哪里？可以飞上去啊。可以用，可以用，只是不能瞬移。哦，对啊，不能瞬移。对，不能瞬移。如果有瞬移就很方便，蛮快，很像外国。我要飞去哪里？好，杜林教官屁话耳朵不啊？连教官的屁话。我们学校没教官。你学校没教官？这么好？没有。现在有教官的学校应该很少了吧？我们学校有是不是？办学校可怜啊！他整天在那屁话、欸。学生所到之处都是校园，所以女学生一定蛮可怕的。AKLD 九四八七啊，毕业不憋皮。你想要去哪里呀、啊？完了，班长们，班长下面先抽。哇，这个2168很凶的，直接敲哎。我要先瞬移到哪？杜塞尔多夫。哇，这很卡，这很卡，这四七六很卡。对啊，前面是他。哦，我都不知道是我那个还是他那个。他那个，他超那个。对。哇操！感觉底下是一这样。但是现在八点二十，跑到下来而已吧，最多。对啊。最多跑，如果车太多还是很还烦，还很跑。好惨哦！我四七六是四七六，还在那个，我干干干，哇，很恐怖，然后后面的小车超出来。好难啦！我操！这不会掉头这边牵你疯了？妈的！飞个段，我在车库，
谁要带护手？你的车库，你车库出来，然后车库出来右转，再左转。哎，那个人看起来都好凶哦！哇，你车库右转再转，出来右转，左转再右转，然后再走到底再右转，然后再左转，右左右右左，我怎么？听不懂。车库出来右转啊！你车库出来先右转。车库右。车库。再加来吗？车库门口出来右转。等我一下。什么？这边还有一个减速带。哪里？在那个杜伊斯堡这里。哦，正常。那个是后来加的吧？我记得以前没有。你是说线上自己加的，还是应该是线上自己加的？哦，还有热门山那个交流，那个热门山那个交流道也是自己加的。那、啊、为什么大家都好爱跑热门山呢、啊？哇，这边等红灯很长哦。所以我们不从杜伊斯堡，太多人了。以前有人在刷追焦照，刷什么？以前会有那里会有人在拍照，然后就会台湾人啊，真的有我有拍啊，好小啊！啊，所以接下来我要直接他妈的按喇叭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你在哪里啊？等我一下。哎、欸，那个我现在被塞在车灯中哎、欸，红灯哎、欸。塞车，可能要塞蛮久的、喔。你知道我在哪里吗？你说你在那个杜伊斯堡出来那里。对。我在加油站这里。那个谁、那個，你去直走，你去直走。我去那个杜塞尔多夫那边出来好了，那边好像比较好走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已经开始到科隆这边。你好像过城市。慢一下。然后你开错边了。你要回转，你开错边。我可以直接回转，可以，没车直接转。但现在你对面有车。等一下，哎、欸，看到有。你还故意放慢速度？Broken Detroit， 哦，凶啊！你这白痴！我，Recept back to the gun。你直走到底，然后右转。走到底，然后右转。对。等一下，我飞台。超他，对面没车，你超他。你对面都没车，可以直接超他。你要跟我要问清楚，不然我到时候被背。不会，你不要撞到他就好，你对面没车。前面边了，我帮你。你去玩那边的脚挡，然后跌很多的，然后开枪几率很大。不用跌很多。我从他前面按两次快存，他提到后面的就好。确定的，你走到底，然后右转，然后再走到底，再右转。超速会有事，怎么？超速不会有？那个不会超速。怎么会有超速的问题？这游戏没有超速的问题、啊。只会有追不到别人的问题。越多，怎么越来越多了？因为财神到，等，哎、欸，右转，然后一直走，直走到底再右转，直走到底，
现在欧卡没有实定的照片哎、欸，现在、哦、对啊，移掉了。也有。哇塞！只能看一翻一个而已哦。啊，对啊。一开始很久以前本来是90，然后后面改110，然后后面又用掉，然后现在又改回来110。现在就分两哪里？现在都分两种，你要标的你就去。哎、欸，你只有头标的。啊那个佑哥 F 都开200了，对吧、啊？我最不打、啊。没有啊，哎、欸、呦 F 我最快才197而已。我都150而已，快200了。左转还右转？右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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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直走到第一个路口左转。你直走直走你直走。好可怕！我后面一台车的速度是用飞的。哦，好累哦，睡着了。好累，很惊啊。然后你说左转吗？对对对对对，这边左转，这边左转。哎、啊，拿海洋火力好了，可以走，可以走。等我下车。车啊，还没脱轨，还没脱轨，有点危险，有点刺激哦，有点刺激。哎、欸，你们说渡什么夫出来左，然后对左转之后一直走就是了哈、哦。哎、欸，渡一丝宝出来，你现在在哪？我靠！啊，你在我们前面啊？你是那个 S M A L 有什么对不对？啊，对，蓝色车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在我们前面。哎、欸，对对对对。哎、欸，前面开始车祸了。刚到。哎、欸，你们是？我们在我们我是绿色的台。收到哦，你在轮胎哦，不错哦。在轮胎偷来的，偷来的。我干嘛？在刷呀。哦，有在累哥，有在累哥。我最强。哎、你们等一下，我先停路边。哎呀！你们在哪里啊？我们在你前面啊。你在我后面的后面。你们是开公司车吗？没有啊，我们开，我们要开。哎、欸，我是我有钱。那个，那个。这时阵咱把个车就对了。拜托你们找没有人的地方停一下。我已经走到一个完全没有人的地方。哦，你前面要左转哦。这边左转。你就跟着很多车的地方走就对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他们。不是有拖双脚的那个吗？对啊。啊，他们是怎么把后面的货，就是第三节，改成其他的货？就用改了，我也不知道。三节的哦，现在很少拖三节的了，很久没看到了。天嘞！车一直左右翻，因为你只有头而已。不是我的，不是我左右翻，是别人左右翻。好凶哦，杨火力！杨火力是前面那台黑色的、哦。对。都看不到，都看不到你们嘞。艾瑞克，更凶。没有，是我看过。啊，干嘛？改太速道怎样？就上不来。我刚想要直接弯的，结果他太快了。我操！我靠！我靠！我靠！更凶了！我靠！完了完了！遇到更凶的。
终于知道那个之前为什么一直在现场讲脏话。不会啊，看到那种脸撞下去就好。我已经往旁边转，他还是从我这边走。一百一啊，玉哥，慢，我刚看一下手机。哦。有没有智障到？这条是热门三的，哦，热门三的路线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怎么车那么少？很多呢。因为现在不是半夜，半夜人超多。我这条完全没什么人呢。好冷，你是走错啊？不是叫我走这里，刚有地方要左转了、啊。等一下，你说车最多的那边左转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刚有个车很多的地方，那边要左转。哭吧！办热门三的重点在哪里？跟我讲一下。加来，你可以走啊，加来，你可以从那个、啊、布塞尔开过来。布鲁塞尔，布鲁塞尔，你看到 ？B R U S S yellow。哦，终点是这样。你们两个在哪里啊？我看不到你们两个。前面吧，应该在前面。哦、我们还没过平交道，还没过那个交流道。加来，我们定在那个 main 的那个麦前。那边有妹子，交流道还要很久，还有一段路，一小段路。对啊。算了，我觉得线上我用磁盘好了。似乎要搭车。不用吗？不是啊。哎！状况，状况。下来，下得来啊！我靠。阿伯超车了！等一下，我看到你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超车被急怒了，我靠！到不了车哦。我不知道啊。等一下，我看到你了。擦地板。你们等我，看到你们了。哎呦，没事，我们停下来。你的编号多少？我要怎么看？反正我就开公司也是。Paper。我看到一哥了，一二八四四，看不到了。后面很凶哦，是啊。动起来哦！你是不是开多少？一百。干。小轩，你是不是拉那个蓝色的那个油桶？哎，是啊。我在你旁边。是哪个？你那个包包？对啊。你是编号597啊？我看不到我的编号。Tape。没有 Tape， 我 Tape， 但是我的那个被挡，被那个。那么你打字，你打一个空格。你就会看到你是多少。对，你按乖，然后打。这边打个东西。对，是119。哦、你是119。119。我以为你是597耶，因为我刚动到597。597好像是另外一个。对，我以为你是597耶。我操！刚动到他，然后他就说 REC。应该他应该。然后就给他打一个 story。两回、欸、你们三，我操，大车！我刚被击落了，我被尾巴击落了。你妈的，偏偏首尾来控。我还回。在热门三跑的，真的都是过五关斩六将，关卡重重。我车已经快坏了。你打。那个用打自然，然后打斜线 ，F I X。有吗？你有你的车有修了吗？没有。
那、啊、我记得大你是2436对不对？哎是。好、哦，你在左边，我左边有一个。知道，我不要。好 ，OK。王九七二滑一下手。哦，我看。哇操，好凶！我、哦、这边的车子好凶哦，是杀这么快？有车。他们过弯好可怕哦！但他一零三切开好慢。我没车、哦。没有，而且这台 S 五也，如果 F 有碰撞，然后无限速，哇靠！好玩呢、欸，你给我开始开始，好玩呢、欸，这样好玩，就变成路上小霸王。你看有限速了，你怎么撞我啊？哎、欸，我们撞你啊，你撞到我了，你还害我去撞到别人。我呢，好。可是我看到后照镜，我还有离你一点距离耶。没有，你不要用后照镜。我要超车，还是说要退回去？一定要拉很远的距离，因为会有延迟。哦，好的。对，它不是像护航一样。你们车我，你们车我，管到。行啦，对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，不着急啊。开始看吗？没我吗？我不要 F B。我登不上过，登不上过。那缝很大，我操！那缝很大，一定登得过。你怎么知道？啊，你看杨光一直播过。啊，没有啊，我用那个定位啊。对啊，定位小看得到，缝很大。你定位，你那个 Discord 不是会显示你 ID 几号？哎呀、啊，我知道，你可以查。然后就直接查1247。你这样最好看得出来缝很大。你说什么东西可以查几号 ？MP 的那个官网。快点！你后面是杨虎力啊？啊！有杨虎力在杨虎力，在杨虎力后面，刚地图刚过来。MP 的地图要怎么用？要去官网。有个车哦，有车，我累，我累一个。啊！啊！他要怎么看到他的视角？还干嘛？不知道，我让他不加速，慢慢分开。右边那车，应该110下来。110而已，现在很多新人很奇怪，110也可以翻车，我觉得很屌。110要怎么翻？我就问。我也问他哦。特效哦，特效。白翼哦，我用个弹子都可以过。特效？不用特效啊，就方向盘拿去弯过去。然后说特，他说特效会翻。是用方向盘的吗？没有，我用滑鼠。我用键盘呢。键盘转弯，你们找去。好，应该。哎，右哥前面比较大哦。前面感觉是啊。很多车哦，前面多车。绿灯的干分搞很多，阴天，降温。真要走啊，来去光华逛逛。光华。对啊，我那天带我女朋友去光华逛逛，结果妈逛到被他骂。一点。他说我带他来都拿点钱。也是啊，如果我是他爸的话，我应该会干一个。但我女儿，我干嘛？也在，也不要这样。但是我有带去山洞逛逛。那我先拿走。马蹄的，那去买别的。哎、欸，小恒的，哪里？289，我哪里？在前面吧，我来过去，不见。我 IP 的，我 IP 的，那谁？小恒哦。好呢，姐在哪里啊？前面后面。看路。看到我超大风。哦，
说我们带他去买耳机耶，几千块呢？没有 AirPods Pro， 怎么这么好？我车要分超。我昨天乱超车被皮眼，他自己拿几千块出来，我帮他贴上资讯我，我靠，我还跟他聊天，我怕，他不好贴他而已，让他怎么？哇，凶，这个很凶，这有车，这个很凶，啊，让发一句，让他靠，四个很的，要么哎，小一点油门补的，我看你怎么，要么大家一起发，直接钻中间。关起来，花110了，一万多。多上路，尤其是在综合驾驶道，我就是不让你啊，那你要怎么办？你要确定有多少人？对啊，很多好不好？他硬气有按他喇叭，开心。大哥，你的车在往前滑。大哥，好，撞到你了。你不要撞上来才会。我看一下最近的修车主在布鲁塞尔，现在蛮凉的。我拿着很凉吗？很冷哎、欸，感觉现在超冷，超冷。昨天凌晨多少钱？今天晚上4:00去十八王宫。来帮我带肉松，经过会帮我带肉松，我要吃。不要，我去十八万中，你知道吗？我去十八万，我太硬了，我给你钱。经过瑜伽，帮我买个小肉粽，帮我送回家。还有开吗？24小时瑜伽，24小时啊。那边地方二十。啊，就一堆人呢，人挤人，好危险。好妖，哇，超凶。但是车不会去啊，应该顶多晚一点去 YouTube 哎、欸，我车翻不动，去西门町万年店。西门町你车去走皇家？没有啊，去看电影啊。确定去那？看什么电影？格雷的效应吗？没有啊，去看电影。格雷的效应，现在人就。YouTube 电影馆没什么。我先去到那个，先修车哦。然后我拖个货柜比较方便。拖车可以直接叫。可以啊，你要移到你那个城市。好哟，算了，我不是笨蛋，再叫一次救我。夜。哇，去 YouTube 都有些非常好玩，也真是好贵。故意。对啊，我上次去一个晚，去晚上6点多去到11点才就关。有钱人的生活。没有。那个地方只是很适合带人家去。带什么？带谁去？我不知道。就是要问 Eric， 他比较懂。哎呀，我不懂。武装一半的大学生活，我可怜高中生哎。我觉得我知道自己在干嘛。多梦。真的，我朋友读武装，他也不知道他自己在干嘛。我后面的干嘛一直顶我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干嘛，无聊。对啊，你在等我。现在我要有外挂哦，为什么后面的位置顶到我？你知道吗？我从高一进去，我现在等毕业。我高一进去，我就等毕业。都难抢。哦，对啊，我在等毕业。快了，再一点。对啊，看今年四月还比全国赛还绕赛。对啊，一想到我们没有毕业，就觉得超级。哈哈，在想，后面是外挂，对啊，人家学校，人家别的学校都还办，就我们学校没有。啊，就
白痴啊！看，我已经白痴。反正你本来就是啊。哦，没有，没事。啊，我要我忘记改那个途中的。看，他直接变成黑色。为什么 MP 不能把那个宇宙用起来？可以啊，你按键没设定到吧？不要，我已经就确认了。没有，我确认有设定啊，可是都举不起来。它有自那个自动，它有自动的，你要去把它弄起来。或是你的车没有资源？我这台车举后走，怎么可能？对啊。然后我已经去设定了，我已经去确定有设定了。怎么还是乱？你设定成拖车举动，你被我挤到了。哎、欸，他为什么现实全伺服器都呈现出一个没有 A 服没有，没有玩 A 卡。我摸你那个有人在玩吗？有吧，还是有啊。那个好像，那个据说可以超过去走三千。嗯，他也会超过去。超过来啊！毛利账号很多，他没来爬。对啊，真好。钱多就是不一样。钱多就算不一样。大我觉得我觉得 Eric 这样也是第三只哎、欸，没有，你记错了，你还全 DLC 哦、啊，我没有，我是空的。哦，确实啊，我到现在第六只，哇，更多哎、欸，多哎、欸，那咱们专业代购不大，大是他爸爸，专业代购啊，哎呀，专业代购哎、欸，我买到都认识，阿根廷账号代驾。4572，你在哪里？我刚看胡大才，刚看胡大才有PO啊，全 DLC 的含600块啊，没有，还900啊，这是含涂装，对啊，就是含涂装，我连涂装都要，我没有，我是潘达，该改一下，不要，也是还麻烦，哎，痛，也，可是我觉得涂装。欸、我涂装还好，你没看我，你没看我车都黑色的。好的、啊，全黑的，越速越快，低调低调低调，低调起步就不见了。我爸一样，我爸 CRV 格子贴超黑。哇，这个精准停车哎、欸，贴超近的，超黑。你们在哪里？你那已经比较精准停车，差一点就下去人家的 PP 里面了。OK 的，我阿月在哪里？阿月在不停哎。哦，没有在等这个交流道了。他都去前面回转。对啊。不想等。你们在？他们在等红灯。你们已经到了，我靠！我还有200多公里，而且我一直被人家逼车。你有设地图？有，我有设啊。你应该知道是哪一条。操你妈！走路间嚣张啊！卡他，卡他，快点，卡他！卡他！该动位。那个板桥有什么宵夜可以吃啊？嗯，没有。没有。荒聊。等一下来去。外带一下。加油站那边等。我要加油站。好冷哦，说好冰哦。放时速不能再快了，好慢哦。我第一次感受到。先去淡水，太晚了。淡水有下雨吗？没毛病。淡水没什么东西。淡水有飘雨啊。飘雨啊。嗯。可能这好像可以检举哎。那个38号，他挡在路中间。你说那小车？代表。对啊，进去然后338在哪里？
就是 blocking 没有，你就打斜线 PINFO 38就好了。不用啊，我要回忆的，我看他直接 blocking 这么早，你还没下去啊？罗他跑了，滚了没有？对啊，你还刚绿灯的，这是他走还是走？演唱会被开打，天龙蟹，违停酒吧。那你这样子有被拖掉吗？没有啊，因为违停了一整排啊。大家他不是整排拖走？没有啊，大家在开演唱会啊，他就开单而已。我跟我爸说，我爸就说就给他开啊。老板怎么办？如果你家很有钱，没有。啊，都你爸爸好像蛮有钱的。爸爸有钱缺德。因为你只要跟你爸说，你爸就会帮你处理。加二，你爸还缺德？他说没可能。他多我一个，就快搞死他了。来两个。来快点了。两个死角，还肯定直接。你们家一定不只开 CRV， 是不是还有开宾士？啊？你们家不只开 CRV， 是这样。绿可能要多久下来？在哪里啊？我家就是 CRV 刚开。我已经到家了。你是家来还是？我准备家来桥下。我到了。我要老等红绿灯。我在桥。靠呗。哦，那个319那个319超那个。破土下。看你走路间，走路间，走路间，我好不见。CRV 跟 S 六那个，我会那个，看不看？是 Infinity 的吗？撞撞没有，什么撞撞？哇，太凶了，太凶了，太凶了！我 S 六，为什么？他还有一台老 Volvo 740，但没有再考虑购入一台宾士。没有，没地方停。为什么我会被撞？不然把那台老波卖掉。自己撞他、欸。哎呀，他在哪里啊？他在左前方，他下来，他在回转。没看到、哦，我久我久我去。那台老波外公已经开了快40年。六哥，你现在在玩什么？神盾。啊？你现在在玩什么游戏？靠呗，我没有在玩游戏啊。崩溃，崩溃。我是。回事啊。我在回讯息。到我110转弯很顺，为什么他怎么会翻车？我不知道啊。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左先左拉，然后再右拉这样。这样也不会翻啊。除非有拖货。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摆动的幅度太大，然后就开始在那边死亡摆动了。没有，你没有，你就是没有拖东西，你这样怎么摔都不会翻。除非你开很快。哇，请问我玩的是线上模式吗？我一台车都没有啊！哇，好流畅啊！断线了，已经断线了。汉堡，321帧应该还321还不会断线吧？不会啊，啊，你开看得到就是没断线啊。这条路有那么偏僻吗？一台车都没有。估计是你开顺道跟单一样顺。你按一下 tab 看看。没有啊，我后面有73号2553106。靠，要怎么越靠近的号码越来越多？哇塞，拉完那么久。对。那是我没卡。你晚上跑没卡？没有，我们在 A 服。我看我火力哥怎么在没卡？他是没卡。没有，还是我看错？错。那你看错。
好像每一款比较不容易翻车哎。好开很也不容易翻的、啊。看你会不会开而已。会翻的。哎、欸，大哥，大哥这边修路，你他妈直接挤我，我得干你老师哎、欸！我加班哎。哇。开那那个车下去。LKW 吗？还是直管啊？那领导是哎、欸，很直啊。溜是超溜。哎、欸，不然 LKW 是谁啊？真的海贼头应该不会是。啊？海贼在旅馆啊？哦，还是要开头。他去勘察点吧。我求啊干！Eric， 我也是长大了，开始干嘛 ？Eric， 你在哪里？秘密啊！这是水泥啊！你去我们 Discord 看就会知道。你不知道？哎、欸，他们拖短柜啊？没有限定啊？啊，没有啊，没有。不知道，有限定再说啊。水泥也变天了、啊，对吧、啊欸？短柜超快的，短柜加速超快的，还是我去拖短柜？我算了，抽这个就好。怎样 ？F 人多吗？秘密啊！快点啊！我快来贝贝。F 人多没差，我不懂呀。该被检举，过度改装。哎，就被检举了，没差。再买就好。啊？很贵。我说被检举就再买就好。我不知道它贵。啊！哎哎哎！好啊，都短柜吧。真的假的？拍拍手，拍拍手。我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啊！我车辆资讯忘记改掉了。短柜还是不用？对啊，要进 DC 耶。等一下，拍拍要生气。要短柜哦，还是不用？不用啊，我们去看注意事项。我直接复制下来用，我就没看到要拖长柜。那什么东西？那要拖吗？不用拖啊，随意啊，我没限定啊。那要拖。只是因为我没看到公告而已。那我要回去，要吗？看一下在这里。啊！回去啊！我要先下去下面，待会再上来。要过去。六颗刚才传大便给我。好的。我是不是被踢回单机了？你按 Tab 的东西就怎么样？啊，是，所以我现在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我按 Tab 没有反应了，你就重开。开 MP， 直接关掉。不会保存天。五张不给。
为什么开不了？一千米。哎、欸，佑哥怎么在我家旁边？你在？哦，没有。哦，没有，在玩游戏。继续努力。好，好，回去了，拜拜。现在这要，
我操欸，我操的！
With me.
我操！敢是谁啊？阿斌啊！
八点还没睡吗？大哥玩到刚刚六点多吧，然后就坐他的床上。我靠，战神，不用睡觉，半夜又起来。
Trainer activated.
还有个说话吗？请问你们还有几张？四张。哇，这样。别走。继续走，继续走。
在几公里？刚发怎么打的？啊，在二十。你人在哪里？我在24。你在24。多少？你在多少？18。啊，突然出来了。他是来助攻的。哎，我们两个今天是来废的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刷卡。刷太容易了，看不得。不知道跟他讲，我不知道跟他讲。那我们今天两个是来绕赛的。太快了，不用等，是不是？那你觉得要跟他讲？真是 Eric 哎，超他不快。我没有跟他讲。其实有抽完 shooter， 我本一下。有没有老实讲，你 shooter 按几下？小羊啊，不要讲，不要讲。你现在多少？你现在多少？还是八一？
八十八亿，八十。啊！看我走错路了啦。等一下，让我下。哎，过来看公里数啊，停。我去看路。等我，等我。等我把看你消失了。Eric 在哪里？在岛。拍拍车给190毫我都不行啊！对啊，还要长跑。在隔壁吗？
局，他在问我们要去哪里、啊。必须的。